这有点正式吧，弄得咱俩像。对，问啥来着？强行随便问吧，咱们就好瞎聊。这么突然呢？问点啥呢？这很像恋综的感觉，你看这一对一对的，那一对就是父与子。我感觉这几对里面，我俩是最羞涩的。我呢，齐哈尔人，北京怀柔的。从小喜欢滑冰啊，打乒乓球啊，后来也没有延续。误打误撞的，这个干了这一行，看来膝盖不太好。喜欢的颜色呢？我也没问呢。行，说吧，聊到这儿了就。好，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比如黑白灰啊之类的。因为平时我有点不好意思穿那种特别显眼的。现在是这个，这录节目还行。脚多大了？四四半四五，你说脚，我发现我还不是一双袜子，袜子还穿错色，我人怎么这个也得等人赞助是吗？不赞助就这死活就不穿一双。不是，这袜子还是我自己品牌的，显着你有奶白的，有纯白的。哎呀，有没有什么是写，就是。还想了解了解我这块儿。我一直在问你，咱俩是哪坐这儿？你问过我吗？也是，好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变成我说了，是吧？抱歉。我看书呢，我1.7米，0.5，喜欢爬山，冥想。哦，我家有只狗叫丁丁，男孩。白色的西高地，狗都说，还有两只青蛙。青蛙怎么样？就是那个小树蛙。树蛙。有名吗？没名儿，他俩现在都那个不爱搭理人，所以就是要冬眠了呗。要冬眠了，然后体重90.，这么91，92，就不是90，毛重还净重。毛重是啥？毛重就是身上穿衣服。哦，净重那可能就是得95。95哈，差不多。这几个大面的我记住了，你问我吧，随便问。我特简单。脸多长？一扎零一估计。好。你视力怎么样？非常好。视力是多少度？零下好几度呢。视力的是真是好几度呢，挺凉啊，你眼珠子。完了，咱们的爱好，骑车、骑马、做饭。记住了，其实我觉得这样，不管他们问什么，我们尽量答一个字儿。对，就比如说什么，你应该是要问一些就是同步，就是一块儿回答问题吧。答对了，我知道一题，但你就直接问呗，我有啥不能说的？周杰伦还是林俊杰？3、2、1。周杰伦。哎，你去看人家演唱会？周杰伦那我也要去看的嘛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答？哦，是哈，你是周杰伦还是林俊杰？周杰伦。为谁而作的歌？林俊杰。都爱。沈腾、贾玲，3、2、1。马丽。哎，他们问这种，我们就回答第三个人，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可以。谁都不得罪，你再问一遍，周杰伦、林俊杰。周杰伦、林俊杰，3、2、1。范丞丞。范丞丞，没想到有一天我能跟林俊杰、跟周杰伦排一块去了。范丞丞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差不多。我再给你抖了抖了。我想想啊，我想想。是不是尾号四位数啥？
这也银行密码上，我银行密码80079啊，狠不狠？狠，就这么狠。你狠，看过节目都知道我银行密码，都知道了，全村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。是真的住顺义吗？老家顺义吗？怀柔的。怀柔静平，怀柔静平的，北京怀柔的。所以这个节目要求我们互相再了解一下，再深度了解一下是有必要的。再过一遍。1998年 ，O 型血。乌马买我。乌马，你看你还想准备寄到明天？阿尼克斯乌马。过了5分钟你就忘了。那字咋写呀？哈哈大笑的哈，女字旁的尼，克巧克力的克，自然的子。呜，你们怎么都下面都问到这么深的，很深啊！但我刚刚把斌哥银行卡密码问出来，真的、啊，这是一大收获。斌哥太实诚了吧也。问题同时写下答案，来吧。请问，金城的青蛙几岁了？啊？什么娃？什么娃？什么什么？问的什么玩意？什么？金城的青蛙几岁了？几岁了？岁了？我按套路出牌呀！金，我有50吗？我的脖子16厘米，14厘米。我不知道我的脖子多少厘米。差不多，我估计他会问这种刁钻的问题。那飞机还有油没？我回去了。青蛙都说了，我不晓得。Baby 更喜欢自己的左脸还是右脸？我知道。哇，你知道啊？我也刷到过。是吗？嗯。OK， 3、2、1。啊！不是，我看你往左边脸，我以为你喜欢露那边脸呢。我喜欢左边还是右边？我写错了。我写错了。这问的也太那个了，这有点太刁了，这个太刁钻了。你要问我哥脊上有几道皱纹，小白能猜出来吗？问多少数字以后都答100。下一组，我们来吧 ，Go， 上吧。来，我们来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，最基本，多基本，非常简单。哈尼的本名是什么？你猜到这题了？哪几个字儿你知道吗？字儿你不会写不对吧？你可以写拼音，不会直接写的维语吧？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看。1、2，错了，2。但是说对了，说对了，说对了，不是对的。字儿有点为难他。失败。腾哥上吧，腾哥。那我们回答对了，对不了啊你！我们就在这儿吧，椅子靠，我们肯定也得回来。我们聊的都是家里孩子的事儿。哎呀，哎呦，你，哎呦，没有，应该的。这哪好意思？应该的。那居然站起来了，要不还上前面去？小王今天是打工来的。打工仔。我们非常简单的问题，你可别铺垫，那这个不定多。腾哥秋裤的颜色是什么？打开看看啊，开个盲盒。现在穿着呢。对。别欺骗人家。你没穿吗？我冬天都不穿秋裤。怎么可能？我真不穿。我在北京生活，我秋天从春那个冬天从来不穿秋裤，小天说，现在也没穿啊，腾哥，现在没有啊，我不信，那怎么猜呢？那没法猜啊，那就是肉色呗。你团队跟我们说穿着呢，我团队什么时候给我过秋裤？那问个别的吧，确实没有啊。好，自证清白了。
来，那我们就换一个问题啊。小白最讨厌的食物是什么？你们聊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来，聊了还回来？啊，没聊啊，这聊了食物了，聊到食物了，聊到食物了是真的。吃的方面喜欢吃啥、啊？火锅啊，聊到喜欢了就延展到我，就是我自己，我们就得相互了解到不喜欢的了。你这有什么？三二一，香菇。但我也确实不吃肥肉。香菇的口感是不是跟肥肉一样呀？对，是真的。他为啥不吃香菇？就是因为是肥肉恶心着了。那孩子胃浅。腾哥，咱为了不挡后边人啊，你们俩离远点。我俩躺。小白在这边，然后腾哥在那边。为啥就我俩占面积，人家都站一块儿，就到我俩这儿得分开了。重不重要自己琢磨吧。来，小白的个人品牌叫什么？前边给您看了三次了。你说脚吗？我这不是一双袜子，你这袜子还是我自己品牌的。显得你有奶白的，有纯白的，有袜子反正。我看看啊。别逼你干扰我！什么的白 ？Goodbye。是不一样的。Goodbye。老姑的姑。Goodbye。啊。我这是翻译啊，各位。要学什么法语、德语的？这是齐齐哈尔的叫法，这个特别像一道涮菜。孤独白。翻译翻译翻译。没毛病，孤独白。小白，你自己认不认吧？明天就给注册下来。哎，你专门注册的商标就是孤独白。用在东北的那一嘎的，就是专门治孤独白。我同意了。